珍和马伊琍的女儿温艾玛今年只有9岁，却非常的优秀。11月26日，有网友爆料称，艾玛参加了景坤杯2017年中国体育舞蹈公开赛，并且她获得所参赛组别的第一。没想到小小年纪竟然如此优秀，真不愧是马伊琍的女儿。照片中，艾玛把辫子盘了起来，身穿西瓜红运动裙，做着优美的舞姿，非常漂亮。前几日还有记者拍到文章和艾玛现身机场，艾玛身穿粉色大衣、白色袜子，文章全程用手捂住艾玛的脸，怕被偷拍。艾玛只有9岁，但是身材比例很好，腿又细又长。现在看来，当时文章应该是带着女儿去参赛了。2008年，文章和马伊琍结婚。2008年9月20日，文章和马伊琍的女儿文君竹出生。后来又生下了2胎女儿，一家人现在过得非常幸福，两个小棉袄也非常贴心。艾玛大名叫文君竹，非常漂亮。艾玛身材比例非常好，一双长腿非常强劲，想必长大后也一定和爸妈一样非常优秀。这身材进军娱乐圈，一定是个好苗子。